大家好，我们是929将在六月开始展开三场巡回演出，6月22在台中方舟，6月29在台北的 The Wall， 6月30在高雄的博二。那我们会有非常完整的演出内容，还会有新歌，要去哪里购票呢？博客来哦，还有。硬币八个字，详细资讯请上网风和日历，还有929的粉丝页就会知道了。我们大家巡回见喽！来一个最后的 ending 吧，炸弹生活的主题是什么？